与以往相比，今天的爆破训练运用了更多制式爆破器材，复杂程度更高，如果步骤稍有偏差就可能发生意外情况，所以需要我们快速调整自身状态，严格按照指挥员指令完成动作，确保操作安全的同时消除对爆破的恐惧感。此次实爆训练综合运用多种制爆破器材，丰富官兵实爆经历，快速促进爆破能力生成，进一步强化官兵战斗作风，同时也在实爆训练中查找问题差距，为下步训练找准靶标和前进方向。